小点声。好，第一位，第一组十位，第二组九位，啊，九位，第三组九位，第四组十五位，哦，十五位，过半人。以后我安排一个基金部队吼，很头前回家。莫叫落台啊！台面政府接政权，莫叫落台。即摆吼，因为咱即摆尽量，咱即摆是宣达，然后用最柔性的话，让他们知道我有滴讲嘛。穿乌衫的人不是乌道，对不对？对。穿乌衫的人看起来非常安怎？舒服。舒服。哦，够智慧。清查够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咱表现，咱足济高雄市看到咱的拢奇怪，即旁的人穿乌纱是安怎看，拢非常温柔。这是咱的告知性非常强的一个广告哈，因为我们不是政党，记得哈，我们不需要喊他下台，他本来就要走的。我们不是政党，啊，记得这件事情，我们是什么？所以我们不是请愿哦，我们不是向流亡政府请愿哦，请记得，我们要请愿要到美国去请愿，不是在这里流亡政府请愿，所以不是让他们下来，他本来就要走了，我们只不过让所有高雄州民知道，快点申请身份证，快点成为我们的这一个啊一级主管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精神，我们必须要做到的。